天哪，这么巨大的恶兽，到底是怎么无声无息进入夜河的呀？啊！小鸡皮，坚持住！我们来了！翼龙导弹攻击！剑龙铁弹！木质化石肌理丰富，月桂花香沁人肺腑，万年宝浆灵力充盈，这月桂环实乃世间绝味。不能让恶兽破坏花环，不然月河不保。月河防护罩被攻破了，全部吃掉。失败所有的军狼，神兽军刀合体。恶兽
有我们神兽战队在，休想往前一步。哦，太好了，他们回来了。白泽神兽，通晓之力，起！饕餮，原来是你！大家千万不能大意，他食欲无穷，贪婪成性，是上古四凶之一。为什么破开黑星的时候没看见他呢？这就是饕餮的可怕之处。最开始，他的体型应该很小，躲过了所有人的注意，但随着他吞食月壤进入月心，借物吞物，吸收能量越来越大，变成了现在这样。这是有多能吃啊，再吃恐怕连月球都吃没了。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月河所有人最好先撤离，我们来争取时间。空气不如不灭啊！我可不敢背吃，我们先六为进。神女长老，快！神女，先送长老离开，这是命令。月心最后的防线是我，不是你们。饕餮，小端腿没地方放了吧？叶辉，再来几弹，把他轰下去。嗯，交给我。啊！醇爽可口，烟熏入味，不错不错。他竟然把我们的导弹当零食吃了！我明白了，这颗黑星会吸收我们的攻击能量。它就像黑星石那样，吸收了我们攻击的能量。大家暂停攻击。怎么不打了吗？打呀！我饿呀！啊！不能让它破坏花环。准备攻击。等等，这简单，我有办法。喂喂，饕餮大胖子，你怎么能吃土呢？你看我不是更美味吗？而且零脂肪又嚼劲，吃起来更健康啊！这行吗？哼，你不懂美食。糟了！敢说我天下第一美食家不懂美食？你在挑衅我的尊严！我今天不让你跪下来求着吃我，我陈峰誓不为人。饕餮，你可知道我们这神兽金刚是由哪五种至尊食材烹制而成的？不错，那就是无王者而不至麒麟，天神之贵者莫过于紫青龙，王者灵而不害方献的白虎，非诸鸟使先驱兮的朱雀，征服天地之间能养育万物的玄武。啊，这铺天盖地的海洋气息，海盐咸而不腥，海风磅礴强劲，是玄武的味道。呸！你囫囵吞枣的恶兽，神兽金刚给你吃真是暴殄天物。你可知道这五大神兽又是加入何等珍贵的佐料，经过怎样精心的烹调，才制成这一道神兽金刚？那珍贵佐料是什么？陈峰还真行，想知道你就过来尝一口哦。就这样溜着他跑，给大家撤离争取时间。啊，这个作战方案是不是有点傻呀？不傻，饿就是他的弱点，把他饿回原来的体型，不就手到擒来了？我要吃，我要吃！
有本事你追上来呀。好饿呀，我要吃。啊！哎呀，摔倒了，加油，自己起来。快跑，加把劲。王明被吸走了。尝尝采金剑的滋味吧。神兽破金拳，力气好大，大火加把劲，采金剑两头也咬不断。我尝到了，我尝到了，这就是你说的珍贵佐料，它叫什么？采金，让我吃了它。你想得美！放开他们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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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要，还要！你也是采金味的吗？不是，我刚刚骗你的。大家止住！我的食物。不要！太阴护盾，越赢越亏。乾坤已转，玄残不定。起！什么？坚持住，花环在转动。十四星，他们在帮我们。出来了，钟离领月。你们没事吧？有事儿啊！我说饕餮，你可减减肥吧，都被你压扁了。那是采金的集合体，无限的力量。糟糕，他在打长生药的主意。喂，大胖子，我比那东西好吃多了，来呀，继续咬我呀！不能让他过去。糟了，啊，饕餮想吃长生药，追上他。给我走开！
我要吃了它，我要吃了它。糟糕，这吸尘机又开始了，必须阻止它。不行了，再靠近会被它吸进去。我先吃了你！长心！在饕餮的肚子里，啊！长熙，啊，父亲，父亲，长熙，父亲，父亲，北斗星王，救人跟大义如何选啊？长熙，让你受苦了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。父亲没丢下我，没丢下我。父爱真是美味的欲望啊！在这贪婪之际，你所有的欲望都能实现。真的。宇宙大义高于一切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孩子，我来晚了，你能原谅父亲吗？我不对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，我已经不是父亲的女儿，但我还是神女，还得守护长生药阵，守护月心。不晚，只要跳入你的欲望之中，什么责任，什么大义，统统都能抛下。只用当父亲的乖女儿，拥有自由，拥有爱。可是，我不能辜负灵兔们。你看，多么温馨的小家呀！她不是什么北斗星王，你也不是月心神女，你睡得像只小猫，父亲守候在你的身边。睡吧，孩子，放下一切，安心睡吧。父亲。把长熙还给我，还给我。
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林聪，冷静！你知道这样攻击没有作用。你撑住他的嘴，强行捞人！王冕！林聪，快！自己送到嘴里了。长心，长心，长心，长心！不要，不要，父亲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长心。别动我的食物！撤离！快！糟了！王明，接住！美味。